班长，我是5566最帅的，漂亮漂亮。今天5566最帅的小刀要为大家带来一首 solo 的无所谓。solo 是我们上一场台北演唱会特别帮他安排自己的 solo， 但是我们来马来西亚的这一场，我们跟他讲说 solo 没有了，你就出来好好的唱一首无所谓帅一波，结果下的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是下他在台北场 solo 的那个音乐。小刀，那个台北场有没有就上礼拜的事情？你怎么很快就把舞蹈忘了？刚帅完一波以后，耳机就没声音了。每次所以可以帮我调一下我的耳机吗？完全没声音。然后刚刚那一段其实也真的辛苦后面两位女 dancer 老师，因为在台北那场后面撑住他的是男生，对，这次换女生，结果有点撑不住。本来想要超帅的，难怪昨天王仁甫一直跟我说，你要超帅的。